这是一个速干的小标，这是一个速干的，这是标在这儿。Hello， 如果想找我，我就在这里，看这儿哟。这是速干的一个橘色的，速干黑灰的，黑灰啊，不是纯黑。速干长袖的这个是，速干小标。这是一个速干的短裤。看看今天来店里可以喝咖啡，还有小吃，但是都要排队哦。这是内裤，这样还有这个标，三个颜色，黑色、橘色还有灰色。男款的这个短裤啊，黑色的，这个标在后面，后面是这个样子啊。这是一个橘色的啊，灰色。他们这个标都是在后面的啊，看到吧，都在后面啊。刚上新的这个短裤，这是一个黑色的，还有这个是卡其色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绿色。这个是松紧腰的啊，这个标不是刺绣的哟，速干面料薄款的这是啊。我看这边口袋可以用吗？这边口袋是可以用的啊。这个绿颜色我觉得上身应该比较好看，我自己偏喜欢艳色。速干长裤啊，松紧腰的，下边有抽绳，裤腰这块有抽绳啊。这个标不是刺绣的啊，标这个样子。我不想排队了，我要走了，因为我的停车没有交钱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卡好像有问题，交不了钱。今天温哥华又是阳光明媚啊，不过小小阴天，还 OK 吧。天天迷瞪的，本来人家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包裹已经到了，但是我又给忘了，忘了拿了，我现在要回去拿。前面有一家饭店，从早晨我来那会儿就开始排队，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排队。看了吧，这条线，哇，这个女生真是不怕冷呀。不知道她家有什么好吃的，哪天我也来试试。一直在排队。